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12月2日在接受法国24电视台采访时称，在克赤海峡事件发生后，他试图联系俄罗斯总统普京，但未能成功。波罗申科称11月25日在乌克兰船只被俄方扣押后，他立即指示乌克兰政府与普京先生进行联系。遗憾的是，直到现在普京也没对我直接通话的要求做出回应。他说，波罗申科称他准备以任何形式与普京进行直接电话交谈，双边形式也好，诺曼底四国模式也好，或者美国参与也好。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指出，乌克兰方面却曾要求俄乌两国领导人进行电话会谈，但会谈没有进行。同时普京称他并没有拒绝与乌克兰领导人进行接触。11月25日，俄罗斯边防军在克赤海峡扣押了三艘前往亚速海的乌克兰海军舰艇，乌方24名船员被拘留，其中三人受伤。事件发生后，乌克兰宣布在10个地区实施为期30天的戒严令。11月30日，基辅宣布禁止16至60岁的俄罗斯男子进入乌克兰领土。随后普京表示，俄罗斯不会实施任何相应的报复措施。诺曼底四国模式是乌克兰和平谈判的一种形式，参加谈判的有来自俄罗斯、乌克兰、德国和法国的代表团。2014年6月，在庆祝盟军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日时，上述四国代表首次在诺曼底参加了乌克兰问题的讨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